测你手臂最粗最胖的那一圈。通常啦，通常大概是手肘往上可能两公分左右的位置，那每个人手长不太一样，我自己的话大概是两公分左右的目测 OK， 但没关系，你不知道的话就是你自己觉得、哦、我这一圈最胖，我会用这一圈来做按摩。好，怎么按呢？就是它就很像一个棍子，有点像擀面棍那样。有的人会拿擀面棍来滚自己的做放松用的，外面有在卖，对，它一样，所以它有同样的效果。举例来讲，像这个手法在肩膀的话，会比较适合用在上段。对，上段怎么样呢？我就这样压下来之后，去做滚动，有点像用我的前臂去滚它。当然不是抓着它去推，就是我这样压下来，我的重量、体重、重心有压到之后，去做一个杠。这个动作